啊、呃，各位朋友们，大家早！呃，在这里是呃千秋万事，我是代班主持人谢文吉。呃，我们简秋他随时会到。那、呃、我们今天真的是礼拜一啊，感觉好像好多的事情。那这个要跟各位聊很多很多的这些主题啊。那么过去一个过去一个礼拜，呃，我们在国际新闻上面啊。 可以说啊，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所以真的有一点天愁，呃，这个千头万绪啊，不知道从何说起。那我们国内台湾本身也是因为选举已经开打了，所以很多呃过去呢，我们都只知道表面，不得不知道背后实际状况的很多发生在台湾，呃，影响我们方方面面，很多朋友的这个生活的很多事情啊。 最近很多事情也被揭露，所以真的是，不管是在我们这个台湾，还有台湾以外的世界啊，真的是感觉是越来越热闹啊。当然，呃，这种热闹情况之下，我们总希望啊，整个是社会哈、啊，还有很多这些呃公众事务的发展、啊，都是能够在有序的下进行。 因为社会冲突难免的，社会有不同意见是难免的。那包括国内社会跟国国际社会啊，我们都希望这些呃冲突或者意见的不同哈、啊，能够在有序的状况下呃进行。因为人类的社会哈、啊，只有在有秩序的情况之下、啊，才能够真正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也希望我们台湾能够一步一步往正面的方向走。 也希望这个国际社会啊，现在的纷纷扰扰哈，最后啊，都能有一个、啊、完满的一个呃妥协，或者好一个一个正面的发展吧。那么，我们先谈一下这个国内的选举好了。那么先看台北的这个选举哈、啊，好像越来越激烈。呃，各个候选人背后的这个支持者哈、啊，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这个局。 不过社会上也有很多这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民意调查，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哈，还有我们看这个选举过程跟最后的结果，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民意调查到底是准还是不准，就是真还是假？然后呢，民意又很可能在关键时刻被一两件事情哈，那么呃。 嗯，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那比如说吧，呃，蔡英文第一次当选总统，呃，第二次当选总统，都跟当时的这个外在的环境、台湾以外的环境的发展啊，有密切的关、密切的相连的关系。那么，使他在一个本来并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最后啊，让很多人失望的情况之下，居然当选了。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台北市的选情啊，我们真的。 大家都有心里面的支持者，可是最后是不是我们心里的支持者会当选啊？这个也真的让每个人都很担心。不过我们就以最后的当选的过结果我们不论的话，其实在这个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幸的哈，把几个候选人啊，他的呃过去的呃现在以及就以及他可能的未来啊，做了一个比较深入跟全面性的一个。 了解跟呃认识啦，那很奇怪的，有些人我们会认为，怎么这种人还能够坐那个位置，对不对？我讲的就是陈时中啦，说穿了，<laughs> 这种人怎么当时能够做我们的疫情指挥官，对不对？而且居然还有人蛮认同他的，然后呢，搞了那么多事以后啊，他居然还是变成台北市市长的候选人，来我们台北市来作乱。 那觉得完全无法接受了。那最近又有些事情，又又这个又怎么样？又又又又被揭露了，又是这位陈先生的事。那你会觉得真的很荒谬。呃，譬如说啦，那么实际的，呃，这前两天呃证实了，当时那么受了很多委屈。 受了很多委屈。我到了，我是请秋。<laughs> <使>欢迎浅秋姐，<使>请各位热烈掌声欢迎我们浅秋。哎呀，对，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今天实在是连音控本人大使，<会>我们一开始都完全被塞在路上，嗯、今天早上塞车，塞非常的夸张。嗯。 无论如何，我们大家在平安的上班、上学的途中，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我终于赶到了，谢谢大使，谢谢，谢谢也谢谢刚刚庆玲帮我们开场啊。其实刚刚讲到这个城市中，实在是很多的事情。过去的城市中，现在的城市中，不管他怎么人设，对，很简单一件事情啊，他的专业还是一样的。嗯，他怎么挡疫苗？让好有隔板没问题。o k 好，有瓷器。嗯。 今天总总算告诉大家，到底受了多少委屈哦！嗯，他怎么挡疫苗的哦？<对>让大家苦苦等不到疫苗去抢残疾，然后呢，到了今天还是一样啊！对，他还是为了一个药品，中药、嗯、中<对>中药、清冠以后，大家那么喜欢的药，其实是。 为什么为什么卫福部动不动要去随便的去加钱制加限制，嗯、不让大家去领药？其实这很莫名其妙的情况之下，好，然后陈时中又去黑手介入，嗯、所以过去当时陈时中的专业跟现在陈时中是一样的，他就是仍然是地下部长、嗯、用的行政资资源，嗯、但是其实他对不起我们纳税人的纳税钱。对我认为你可以不同有不同的政治见解、政治立场、政治主张了，可你不能没有人性啊。嗯，哎，我你。 事实上话，这个当时我们台湾两千三百万同胞的这个生命啊，是掌握在他手里啊。哎，我们没有，我们没有疫苗的话，我们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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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抵抗这个病毒？人类在病这个病毒前是束手无策，是极为脆弱的。唯一的解药就是那个病，就是那个疫苗啊。那时候世界各国都拿到疫苗了，我们又有钱，我们又有很多管道。 我们要的又不多，那怎么会拿不到呢？哎，现在看起来真的就是，他是真的在那边挡啊，护航，真的是在挡，就是护航、啊。为了什么呢？对，实在是没有道理，而且哈、哦，还把政治牵扯到这里来。你想想看，那个 BNT 摆明是德国生产的，你就硬是要把它说跟跟大陆扯在一起，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这个有一点哈，简直就有一点哈，真的是丧心病狂啊！ 我觉得人怎么会做出那种事情？人民给你那个权利，对不对？当然也不是人民给你的，你拍马屁得到蔡英文的喜欢，就不是投票给他。对对，我们又没有支持他，不知道从哪里哪里哈、哦、冒出了一个陈时中，就这样为祸为祸台湾这么久，还居然现在想要来选台北市市长，这匪夷所思啊！没有天理了。嗯、呃，因为这真的是可怕的地方，是在于这过程当中，他可以怎么漠视人命，嗯、才可以做出这种决定？那。 当时民众大家多么的恐慌，为了要抢疫苗。嗯、当然时过境迁，到现在看起来，哎、嗯，好像其实有点过当，也许。嗯、但是可是当时大家民众在第一时间，病毒最肆虐，而且是呃初期。出 嗯，致死率最高的时候，嗯、哦，他各种的管制措施，通通都只是以政治为思考，对，哦，为了利益为思考。<对>但是他为身为这个身份，哦，嗯、他的专业度已经被大家打到了，不只是一个问号而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惊叹号。嗯、大家会觉得他维护人台湾的民众的一万多条人命有多么的严重？如果我们疫苗早早的进来，嗯、哦，<对>那回回到现在看，一年多了，一年多答应立法院要。 承诺要给的保护力的报告书，现在还是说是商业机密。嗯、对。然后他护航的对象，现在仍然没有安全的保护力的报告可以公开给世界、给国人。嗯、对。哦，EUA 只有台湾跟少数一两个吧，嗯、不知道是哪里争取来的。嗯嗯、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打高端人不也是白老鼠当的，真的是很冤的。到一年多了，还没帮他解密。只有几个人不冤，一个一个是姓蔡，啊、一个姓赖。 他们自己要打，反正没打，没。我现到底有没有打？有没有打也不知道。不过他们打的不冤，其他人都很冤。这真的是太冤了。那时候大家不不管怎么样的方式，在跟呃民众要求，爱台湾就要打哦。然后新冠、新冠一号现在一模一样的情况。嗯，新冠一号要限说公费，对于很多中医师来讲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好不容易中医可以在世界上，嗯，得到连西方国家都认同哦。那在国内的话，你呃很多。 台湾民众是宁可用清官一号，不见得想要用西药的，嗯、因为我呃清官一号的药效大家很有共识。哎、欸，你这个时候要去现说，本来就是你政策上有有莫名其妙的问题。哎、欸，结果陈时当然是因为中医师工会扬言不支持，要抵制他的这个、嗯、呃参选的这个支持的后援会。嗯嗯 所以他就赶快去游水，因两个人王必胜还还对不上、嗯、哦，毕竟王必胜心目中觉得陈忠对他有恩吧，嗯，他都犯了那么大的天条，嗯、然后不管小三生小孩都没事，还可以继续做高位，这个是被陈忠保下来的，这的是荒谬啊！嗯、可见这些人真的这个道德水平极低啊，嗯，对啊，你说陈时忠没有错，他在做的这些啊、哦。 伤天害理的这些事情啊，在他任内做的伤，在这个疫情指挥官啊，打疫苗就伤天害理，嗯，对不对？去护航一个厂商，为了护航那个厂商而怎么样，而昧了他的良心，忘了救人的他的天职啊，就是就是伤天害理。也许短时间内，我们的司法，我们的这个监察单位啊，把他把他、啊、不会不会去啊，不会去跟追究他的责任。可是啊。 我觉得啊，老天真的也是会安排。我们现在可以用选票来制裁他，我们可以用选票来教训他，告诉他不要再不要再骗了。你做的所有的事，你都会要负责的，不是没有报应，报应未到而已。可是我们现在起码，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选票来好好来伸张我们的正义，是真人道间的、人道间的正义。我们现在要用这张选票来好好的、好好的。 给他上一课，给他一个很沉痛的一个教训，来彰显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子，我们来面对我们自己的良心；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这种哈。 拍了我们汤家了，拍 <laughs> 了我们汤家，嗯，的确，因为听到实际的人在讲哦，嗯、他说他们当时是很忧心，每天在开开一些内部的会议，担心台湾人命的丧失，所以非要站出来不可。嗯、就算很多高官来挡他们，嗯、他们还是要这么做。嗯欸、我们的官员拿着人民纳税钱，反而没有这一份基本该有的，嗯、呃，对人命的关怀，这是不可思议、嗯嗯，没有人性，为了政治啊、哦，丧<是>失人性，泯灭天良。 那个时候，他们掌握了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的性命。没错，这个期间就因为他们的耽搁、阻挠造成的每一条人命，每一个哈、啊、被失去亲人的家属啊，他应该都在在法律责任上都对他们有极大的责任，更不要说他们啊那个那个哈、啊、那种道德上的这种啊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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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这种啊 哎，真不要怎么讲。我我是不太喜欢用很重的字来讲他们。真的，我我觉得，我我是觉得真的是，<laughs> 真的是这些人啊、哦，没有得到没有得到这个好惩罚，真是没有天理了。好，我们得进行广告休息一下哦。就是很不可思议，因为到现在还在发生，像这样完全违背了整个公共制度。嗯 呃，国家的体制的事情仍然现在还是这样发生啊，然后人民还是得不到答案啊。嗯、这种团队如果不让他们下台的话，怎么对得起这死亡的一万多条人民？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嗯、你知道吗？控制还没到，接太删了。<laughs> <laughs> 对，音控那个连配都本还没到，我老天爷啊！ 你知道我在那个戏子就塞了三三十几分了，对对对，今天底我出不了子，我快疯掉了，太塞了，太塞了，今天真的是吓到我了，真的。<noise> 哦，我觉得正好下雨，大家车用车辆就多又开学，又开学。嗯，因为那个大学校里面今天开学，吓、哦、死我了。可是你看哈、哦，那个当时大家很多都心里这么觉得，嗯、然后一直比较死寂啊、戏谑啊，连红海都不太敢公开出来讲什么，敢怕被打？对啊，谁敢得罪、這個？他们只想要完成这件事情。对啊，这就是黑道嘛，黑道，黑道啊。 黑道统治，台湾就是这样。三十分钟掌握世界。看选情，真的很好笑。<王>你相信新北市只差十万票吗？那这是一个骗骗局哦。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妻子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轩网，中央新闻千秋万事，我是千秋。今天是大使第一天，恢复到我们直播室现场来的第一天，确实非高兴。台北市的交通黑暗期，对对对对。<laughs> 今天早上真的塞爆了，现在我们特别的日子是真的。我们今天音控大哥还没赶到，还是我们的小编凯凯，他现在一人、嗯、呃以一当百啊，现在还在当音控。<laughs> 天呐，所以希望今天不管您在路上啊，在已经在上班的办公室里，或者是在途中，务必哦、啊、要多。 一点点耐心。下雨天又有台风，<对>祝福大家在路上都平安，台风天也都能够平安。呃，可是我们的平安呢，真的是水涨够疫苗。刚刚讲到了这些疫苗的采购过程，嗯、还有快筛剂等等，这些所有的公共政策本来是要用专业考量的，结果这么多莫名其妙的政治思考，嗯、然后到了今天还有还有脸拿来宣传我的防疫成绩多么的好，多么的成功哦，甚至投刊。 投投投书国外的期刊，然后拿来当他今天台北市长的宣传，所以他说有很多滚动的选情，随时蔡英文总统都要关注哦，有会不会赢？而所谓滚动的民调呢，哦，三四天就有一个，多厉害！其中新北市呃林家龙说，他的民调结果显示最新的数字出炉，哇，他现在只输了这个城市中十万票而已，很有机会，随时就会赢回来。我看到他在新闻画面上讲了这个话的时候。 哦、我其实真的真的是笑了、啊，算是非常有有自信的一位候选人。这种啊，就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啊，就是撒谎啊，不打草稿。嗯<有>嗯、你就是撒谎？撒谎，而且而且啊，不会脸红。其实我们在社会上，其实我们我我我这个社会化的过程，我我学到一件，我觉得啊，很有又有用，很有用的一个铁则，就是怎么样，诚实是最好的政策略。 人还是诚实比较好，因為,为什么呢？你讲一个讲一个谎言，去话会要继续讲十个谎言，讲十个谎言，会要一个一百个谎言来圆谎。而且我在我们在社会，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这个哈呃的经历，我会觉得啊，谎言讲谎话的人，最后都是被拆穿，或者说他那个谎话一出口的时候，大家心里都已经有数了。 人在别人的心目里面，别人是有一把尺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像林嘉龙这种脸皮之厚啊，然后呢，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啊，公然扯谎，公然背信，这种人有什么资格出来做政治人物？我今天随便讲一个例子，他在台中市长的时候签了几几百亿的一个合约啊，还是上千亿的合约，去发展什么深层海洋水，你记不记得？Oh. 台中市去搞什么海洋水？哦，跟厂商吗？还是结,结果那个厂商后来被我记得是《苹果日报》踢报，嗯，<爆>嗯说是伊人厂商，嗯，伊人厂商一个德国人，他就要跟他签，他要跟他签成千，是接近千亿的一个合约，嗯、所以才会连地方上很多企业不满嘛，因为他都把这个油水。 专注的只给自己某特定对象，啊、地方上反而没有實，实实在太离谱了。<laughs> 最后你说他脸皮有多厚？嗯、他被戳穿以后，他说：“哇，谢谢这个报社的提醒，我都不知道他是艺人公司。艺人公司你可以签近近近乎几百亿、上千亿的这种合约吗？而且去搞深圳海水，跟你台中市有什么关系？”<的>我是觉得真的是这个人啊、哦，可见啊、哦，脸皮之厚啊，然后呢？ 心之黑啊，这样子捞钱，这样子捞法，他又不缺钱，更不要搞那么多钱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说他去跑选新北市，你知道他在选之前，因为蔡英文叫他不要在台北搅局，<laughs> 对不对？请请他，蔡英文的只跟林佳龙讲说，对不起，请回吧，不要搅局。<laughs> 最后呢，蔡英这个这个林佳龙讲了六点理由，说为什么我不能选新北？嗯，然后第一个，我不是新北人，我是台北人，我过去想的都是只有台北，我从来没想过新北，我对新北也不熟悉，对不对？他讲了六个理由，冠冕堂皇，二十四次的不会选新北，二十四次不会选新北。最后，哎呀，对不起，我又来了。其实小英啊，是故意让他难看，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人脸皮有多厚。 这个人讲过的话啊，有多把自己的话自己打脸可以打得多凶，讲了这么多次还振振有词，我不会到新嘴，最后对不起新北我来了，为什么来？因为我就是想当官。 就是他呢？陈世忠这种人、嗯、还算人吗？跟林佳龙都创了我们新三观哦。嗯，因为我们很少听到候选人自己会说，嗯、陈世忠说：“哦、呃，我的人设，如果你现在不喜欢，我随时可以改，我可以换。嗯”就是这，就理论上，政治人物是要告诉大家我最真实的样貌。而、嗯呃、他就是调，可是他却可以公开讲人设。对、嗯，林佳龙一样，明明在整个民调所有的公开民调里面，没有一个支持度是是近的。嗯、他的呃。 占有率能够拿到一成两成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他居然敢在公开的场合自己拉票的时候就公开的讲说，嗯、我现在只输十万票，根据这个民调的数字，随时我可能就要翻盘了。所以可以公开讲出这种媒体去去测意啊，或者是媒体去带风向，这个看过常常有。有、嗯、候选人本身自己来公开说谎，嗯，这个这个吹牛了。他是不是讲错了？这已经变成一个常态。 在新北市板桥区指数十万票，<laughs> 就变成这个常态。这是民进党的选举策略跟手法哦。新竹一个沈惠红把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通通变成自己的政绩，甚至说自己黄珊珊要邀请他去当副市长，就是黄珊珊否认。然后就是他，大家都用吹牛，又用胡乱，然后来当自己的选举的。 资源跟政见要炫服说服选民，这已经到了一个民主政治最败坏、最腐坏腐坏的一刻。他们都真的是创了台湾新三观，嗯、对他们真的是这个哈，真的是扯烂说谎无下限。嗯，为了目的啊，毫无毫无羞耻、毫无廉耻啊，公然扯谎，然后公然打自己的脸，对不对？把粪往自己脸上涂，还以为是在擦粉抹。 抹粉差，真的，我看起来这些事情，一般人还做不出来，真的，一般人真的做不出来。你说我今天说我讲六个理由，官民就是全全台湾都知道啊，<對>他不选，就是最后又跑来选，或是我然后还考五十分，啊、我对外跟我刚讲说我考九十分，<對>就是这种的，还嬉皮笑脸的，对，然后现在又又出来扯谎，一个谎接一个谎的讲，嗯、对不对？ 你这些人到底是我们奇怪？我们也是在台湾教育下长大的，嗯，怎么同学都没有碰到这种这种这种这样脸皮之后敢公然扯谎？这种真的不晓得这个这个民进党是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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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可以把一个人啊、哦，可以把一个人的道德底线啊拉到无下限，这真的也是叹为观止啊！对，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真的是叹为观止。他们还有脸批评别人吗？嗯，我觉得还有脸批评别人吗？ 对不对？可是问题一出事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怪到别人了，马上马上转移转移焦点，就搞就去搞别人，而且是没有任何缘由的去打击别人，对不对？像前一阵子的杨丞琳的事情，嗯，你看到他们一直到还在攻诶、欸，霸凌只要意见不一样的人，而且昨天我看昨天前天还有他们发动的那些网军跟他们的媒体还在继续霸凌诶、欸，真的太恶劣了，我觉得。嗯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样哪是政党啊？这是黑，这是黑道，这是摆明就是黑道，是帮派。民进党现在我已经给他定性了，他根本不是政党，他就是一个帮派，而且是个黑道帮派，诈骗集团，诈骗集团。真的，我们我们做事情就是说，我们讲一件事情，我们我们是有证、有凭、有据的。 这个所有的行为模，民进党的行为模式、心态，跟他还有里面这些成员，说起来就是哈，就是帮派，就是黑道，就是人，就是如此。然后呢，呃，吃香喝辣，吃铜，吃疫苗，对,对吃口罩，吃快筛剂，什么都吃，都敢吃。人家是国难的时候，分分这个叫什么英？英勇抗，英勇负义。 这些民进党这些人是有国难的时候英勇抢钱，真的是、啊，真的是叹为观止啊，古之少有啊，今之所无啊，古之所无啊，今之少有。你真的有时候怪在野党监督无力的时候，也会发现，如果你在制度下运作的时候，这个在野党也真的是。 碰到强盗，真是碰土匪，你没办法。你光一年前做成的决议，哦、嗯呃，你可以现在不认，说是商业机密，所以保护力高端的保护力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公开。嗯、当年曾经做成的协议是没有办法得到答案的，嗯、是公开的，嗯、法定是这样的程序，他也不管你。嗯、然后呢，该有的公开的程序，他说是商业机密。 啊、哦，比方说涂黑资讯，所以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哦、呃，无无依照民主法治去监督，无无你是没办法监督的程度。嗯、连司法跟法务法务系统、嗯、检察系统现在都担心哦，因为他们的小孩子都在这个城市中办公室当人质，所以你如何信任？比方说像新北，接下来马上这个恩恩案，什么监察院可能要弹劾了，嗯、哦，可能要监察院真的睡觉了半天，多少事情他不管。这个时候要醒来啦，民长需要他。我觉得真的就是黑道这些。 人真的就是就是帮派黑道，无法无天呐、啊，真的是目无法纪啊，真的是哈、啊、胆大包天、恣意妄为，古之所有，今之所无啊，古之少有，今之所无。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将这些恶人啊，都要绳之以法，追到天涯海角，将来也要绳之以法。 嗯，太恶劣了。是啊，你看看台湾在这些公共政策上面不可思议之外，所有的议题通通都是打抗中保台。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是什么？抗俄战争转捩点啊，乌克兰要赢了，乌军连连告捷，已经收复了三千平方公里的仕途。但同时再看看台湾的新闻啊。哦 我们康中宝台，哎，什么人都可以扣个红帽子，是共中共同路人呐、啊。好，现在我方采购 M 幺 A 二 T 的战车，美方终于啊第一次卖战车给我们，嗯、然后军费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增加哦。现在这个第一辆我国采购，哎，这个一百零八辆的这个战车，嗯。去 预估哦，这个美国本来还有反对的，哎，不想卖我们的，那现在终于要卖了。他搭配在乌克兰反手为攻，一副好像要打赢了的样子、哦。我、嗯、看到地图上其实是零零星星，在哈尔科夫附近有几个城市拿回来，嗯、就是乌呃俄罗斯撤了军队，嗯，不住手，可能往其他地方东移。嗯、但是这样的氛围有利于谈判。我我当然我个人是希望他们有利于谈判，赶快让战事和平能够还给乌克兰人哦。嗯、但是呢，看起来。 呃，西方媒体或美国代表，想让他停下来，就是让乌克兰打、啊，最好台湾也打，啊，尽量买啊，买军备，然后两岸越越混乱，越兵凶战危，其他这些国军售的这个国家才有力，才有利多。对这个战车啊，就让我想起俄乌战争的那个场景了，就是说啊，可是那个那个战车是驰骋在我们江南平原的大草原上面的哈，那个一炮打下去啊。 大概哈、啊、几百个人啊，几代人的努力哈、啊、就完蛋了。这就是美国人希望的、啊。美国人希望将来两岸的战争是一个把共军陷入泥淖的一个巷战、一个肉搏战，当然是用这个坦克车来打、啊、很简单啊，就在我们高速公路、我们大街小巷驰骋，然后看到看到看到影子就开枪，一枪出去以后，一个房子就一个大洞。 然后啊，殃及无辜，那老百姓就是命若蝼蚁啊！在这些战争上有可能可能被他那个履带压死。美国现在要卖的就是要卖这些，因为美国的防卫台湾防卫战略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嗯，就是岛内决战。是岛内决战，他就把这些武器通通送进来啊！有什么怀了什么好意啊？我们可以两岸战争有三种三种可能，一个是所谓境外决战。 就台湾海峡决战，对不对？第二个是滩头决战，对,对，在滩头决战，从来没有想打境内的决战。我我们我们有一位有一位有一位先生啊，有一位人士哈、啊，过去军方的高层，现在美国人非常喜欢他，叫他到美国去的自库啊呆啊。然后上一次这个美台工业会议啊，他去了，别人都没去，我们台湾的国防部一个都不去。嗯、他就是他就是主张打岛内啊。 他他就是他就是跟那个谁啊，跟有一位有一位这个呃电子大亨啊，这个叫什么名字我都忘记了，我想到他就会气，你知道？啊，你说曹兴城啊？对对，就这位先生，就这位先生。会就点会聊。都希望怎么样？台湾出现黑熊，嗯，人都变成熊，<哇>对。 要一群黑熊，濒危的动物，然后都是狙击高手，<laughs> 然后躲在哪里？躲在你家阳台上。黑熊是濒危动物，好不好？需 <laughs> 要让我们全部。他有三百万，他有三百万啊！<是>躲在你家的阳台上啊，做什么？做狙击手，嗯，然后在那边打巷战，进行肉搏。嗯、然后呢，<是>别人回击的时候，把你房子打得稀烂，他不管，<是>对,不对？这就是他们希望的嘛。 所以美国现在卖的武器就这样。然后讲到《自由时报》，他们都这个新闻就是独家新闻嘛、啊，只有他这样写了。全，其實有些西方媒体也会，西方也也会，也美国也会啦，啊嗯、不过不管俄乌战争怎么怎么打，不要把它拿到台湾来就好了。嗯。我跟你讲，现在美国就很想在台湾。然后这些呢问题，我们台湾有很多卧底的，都是跟美国人啊唱、哦、和的。 根本就不考虑台湾人的利益的只考虑美国的利益。我认为台湾这个美国卧底的人太多了，明着也好，暗着也好，根本就是跟美国人一一笔口出气，把台湾当做什么？把台湾当做战场？嗯、要把台湾的人命哈、哦、当做贡品吗？让你达到你美国的政治目的吗？外交目的吗？这些人真的，我也觉得他们丧尽天良。我们今天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不管任何。 我是主张和平，当然，我就是主张和平。我从头到尾都主张和平。那些在那边哈、啊，在那边鼓吹战争、渲染战争的人啊，我觉得他们对不起台湾，对不起其他人。嗯，今天那个那个姓那个曹姓曹姓企业家，前嗯，那天昨天吴子嘉说啦，他说他根本没有放弃新加坡国籍，这是在搞什么啊？这欺骗世人吗？ 对不对？你还没有放弃新加坡国籍，你有什么发言权啊？他不是说已经放弃了吗？所以定了中华民国。无，他可以恢复中华民国国籍，对，恢复。可是他没有，他,他没有放弃新加坡国籍啊。他不是宣称他放弃吗？结果没有实际放弃。吴子嘉说，他有有有明确的。 情报他没有放弃，<laughs> 那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又被玩了嘛？因为本来台湾就容许双重国籍，你本来就不用放弃台湾中华民国的国籍，是你当年自己要把我们抛下。<对>你<把>因为新加坡要他放弃你，你把中华民国当成你的什么？ 是什么？随时可以弃之如弃之如敝屣的一张呃废纸啊！说丢就丢，先要捡回来拿出来说，我自己很光荣，很高兴拿回这张身份证。是谁放弃的？不是你自己放弃的吗？对啊，我我是觉得有双重国籍并没有什么不对啦。有些人哈，容许的，我是容许的,、啊、的。可是你既然有双重国籍，你就不要鼓吹我们台湾这边打仗好不好？那你回去新加坡鼓吹打仗嘛？是你去新加坡，你敢鼓吹打仗吗？你去训练新加坡的黑熊吗？ 对不对？你在台湾训练什么黑熊兵？凶战围，你还要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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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里面再投几个汽油弹？你是怕烧的不够大、啊？请问一下，你到底财产到了新加坡还是在台湾？ 哦，搞了半天，他的国籍其实没有真的放弃，说说而已啊，这个就好笑了。谷子佳斩钉截铁，他说：“要不然你来告他。”这个值得检验，这个有意思。如果说他真的只是又一个大内宣的手法的时候，真的把台湾人民都当白痴。只有一种人不在乎和平，只有一种人希望战争，那个就是会拿到利益的人，或者不住在台湾的人。哦、我只想跟他讲一句话，请你不要把我变成熊，我是人，不是熊。<laughs> 其实城市中也一样啊，他们也是把我们以公共政策杀人，把我们台湾的人民不当一回事。哎、欸，他们是有地方去，还是说他们只要为了利益什么都可以？这是不可思议。这些人就是，我是觉得真的啊、哦，我觉得历史会给他审判，而且我也觉得他现在参参与这个哈、哦，参与这个选举，就是人民给他一个审判。我等着他大败。 然后看看看台北市民给他一个教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知道吗？不花一毛钱，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同时也要按赞分享，让中广新闻带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以愉快的心情迎接周末。 中广新闻网、中广论坛全新企划，听台北，听台北，我是主持人周周。台北队超强阵容，蒋万安与台北市议员邀请市民朋友一起加入台北队。要讲二零二四吗？还是继续讲乌克兰啊？可以。还是要讲英国啊、嗯？ 可以讲，可以讲台北啊，讲,讲台北啊，回来啊！对啊，他不是他不是柯文哲被逼着要签什么签什么不逃跑不逃跑证明、啊？可是他已经早就宣布了零二四了啊、嗯！对啊，他要他签不逃跑证明啊，他那个台北市议会的议员，新北那个林家龙一直敲要回回我一签啊。那。 林家龙签了没有？当然，他说他已经签了，因为他不会当选。那拿出来看一下啊！没有，他签也不是说当选，他此生此此他当然不是这样签的、啊。那不行，这样這些不能当选、啊。就他这今生今世他就要，他就要他叫他就要签啊！签什么当不当选还有前提的，我老天了、啊。有观众就就做。上次跟我讲说要上我节目，我说哎、欸、不错，有勇气，嗯，敢来接受我们听众朋友的挑战，嗯，讲、嗯、说一定来，一定来，已经讲多久了？ 嗯，还是不敢来、啊。的不的 <laughs> 真的，他的话能信吗？真的，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妻子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来到八点四十五分，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世，今天千秋邀请的界大使终于回到了现场来。是千秋好，大家好。我们从台湾聊到国际哦，讲到国防，我们要买的预算、买的战车哦，回到了选举议题。好了，我们一致觉得现在选战进入倒数阶段，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哦，在选情越来越。 接近投票的这一刻，更要耳聪目明，把资讯清楚的传递给大家，不要再被他们用那种预算骗了。你光看看柯文哲说他没有办法原谅陈时中，嗯、就是因为他打疫苗，对，让我们台湾人的人命在当时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哎、是受到严峻的挑战，政府该为而不为，让民众白白的上升。他说他没有办法原谅他，但是呢，现在台北市的选情感觉是黄珊珊在选嘛，当然也像柯文哲在选哦。他已经说了要前进二零二四，也租办公室准备要备战了。那大家都在看二零二四啊，但二零二二这一关，光是呃，这个柯文哲从呃民众党从绿营分出来分手之后，哎，现在包括新竹在台北选情。 怎么看？我觉得，我觉得民进党这几个地方啊，都除非啊，又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呢、啊。要不然以他们这个为恶多端哈、啊，这种啊，这种过去一些倒行逆施啊，这个以台以百姓为刍狗，以台湾人民啊的拿台湾人民生命开玩笑，拿台湾人民的智商开玩笑，这种情况之下啊，我觉得啊，他们想要赢是很难的、啊。可是啊。 那我觉得反对阵营也不能掉以轻心，他们是很会选举的，奥博一大堆的，对奥博还多得很呢、欸，连张善政都都传出抄袭，二零零七年他都找得出来，对不对？搞不好有一天又找出来张善政高中哦考试有有作弊，对，他就他就给你造一个东西出来啊，对不对？他们什么都会造啊，就是抹黑高手了，真的是为了选举啊，真的，你看，你看，你看，没有事生出事来。 杨丞琳的事情是几月的？是七月的事情啊。在大陆现在九月了，把它、嗯、了把它翻出来。两个月之后，对，天天就是玩，天天就是玩这一套。所以我觉得啊，虽然啊，他们是啊，历史跟道德啊，跟这个常识啊，是站在反对党的这一边。可是呢，民进党呢这一群黑道，这一群帮派啊，他们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欸、欺骗、抹黑、<是>造谣。 转移注意，然后呢，所有的这种啊，所有的坏招、阴招、损招，他们通通会。线上朋友给我们几个资讯，我觉得很值得讨论。嗯、比方吴庆玉他说，嗯、其实要拿中华民国身份证外配，必须要放弃本国籍才有办法哦。嗯、其实这个是外国人都是到台湾来，本人不需要。对外国人，这样外国人如果要入籍中华民国籍，他很多缴税，还有一些公民权都很不公平嘛。嗯、但是为什么要放弃？他一个加拿大朋友。 就问我说：“为什么我要放弃加拿大？我愿意加入台湾的双重国籍，不行吗？嗯、为什么我要放弃？我是台湾女婿，没有做，嗯、我为什么要放弃加拿大的国籍？嗯、这个其实也很不公平。那也让这个老外不愿意到台湾来落地呀、啊。哦，嗯、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朋友说，新加坡规定哦，嗯、其实如果是呃五年。” 新加坡发这个所谓的公民哦，要只有五年的永久居留，嗯、而且他们是不允许双重公民权、双<對>重国籍的，不、啊、那所以是不是他如果领了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国籍，嗯、他自动中華新加坡就会上市啊？新加坡他要去申请，然后呢会叫他做一个选择。嗯，然后你知道这个公民权是一系列的法律义务跟权利，是，所以这一系列的法律义务、权利都要结清以后。 你才能够脱离这个国籍。嗯，你知道，比如说我今天八月一，我今天几？今天几几号？今天是九月十二号。我申请中脱离中华民国国籍。嗯，我有一个权利没有，我的我脱离的时候，我有一个权利没有尽，我一个义务没有尽，是吧？我今年的税还没缴。哦，所以它生效在这个在这个你脱离国籍生效日之前，所有的税你要缴清啊。 他可能就是不想缴新加坡人的税，是吗？对啊，还有就变成就是说，外国人在中华民国不能拥有土地，你可以拥有，你可以拥有。江湖都很麻烦。对，你不能拥有土地，嗯、外国人不能土地有土地啊、嗯哦。那你要你要今天你要脱离中华民国国籍，对不起，你先把你土地先啊、哦、整个脱离清楚，脱离干净，我才把这个脱离的手续让你完成，要不然你想脱离还不能脱离 嗯，所以这个是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像我们这种，像我们这种在，像我们不是那种大富豪，那个财产是几十亿、几十亿计的这种，我们可能都花很长很多时间。政府要一个月到税务单位，到警政单位，到这个司法单位，到内政单位去把我的权利义务都弄清楚了，他才会让我脱离中华民国国籍。所以你通常你要申请，到最后你获得准许。 我们中华民国内政部还会发你一个证书，证明你已经脱华中脱离中华民国国籍了，就是你跟中华民国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结清了。这个清算的过程蛮复杂的，那你更不要说这个曹新城了。可是外籍的配偶要拿到中华民国的国籍，嗯、因为他不是他他原他原原位具中华民国国籍，所以他会要。 具备他要放弃原来国，可你原去中华民国国籍的话，你是恢复申请中华国籍，<对>就没有要求你继续放弃你原有其他的国国家的国籍。没错没错，因为他是本来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嗯、所以他可以先他就恢复了，他马上申请就有了。对，因为没有要求他放弃他原有的其他国家国籍的证明嘛。嗯、可是问题，新加坡的国籍他没有放弃，他现在还有新加坡、新加坡国国,国民的身国民的身份。 那以他今天这种主张，他这种作为，他是要我们台湾人去打仗的。他说：“我维护的，我要有中华民国说法。”那问题就变成：那你应该，你做这种主张，你要别人来配合你的时候，那你应该表明你只有中华民国国籍，不要到了状况的时候你又跑了。你训练一大堆部队，对不对？最后打起来了。对，然后更更荒谬，听说什么黑熊部队上课还要交钱的、啊，还要花几千块。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东啊？对，那你那三十亿，那你那那十亿是干嘛来赚钱的、啊？嗯，来当饵啊？还是捐给蔡政府选举用的？對不知道，<laughs> 都不知道啊！<laughs> 这个人，这个人真的是，我觉得越来越发觉他真的到底在玩什么鬼啊？对不对？以为我们真的这么好欺负啊？嗯，真的有那么好骗啊？嗯、对，还天天接受访问的，还东骂西骂的了，他有什么资格骂别人吗？ 对,对，不要说这个社会没有没有什么资格，你做的行为你是你虽然是可受公平之事啊，你有钱对对你爱怎么花，高兴就好。而且你可能会，你你这个宣告可能会让我们的亲友的年轻一辈误入你误信你的这种跑去跑去人不做变熊，对不对？可能上了你的当啊，你会影响到我的权益、啊。其实这个激化。 年轻人这个意识是很严重的。我们下一段要找的是一个纪录片的的,的作家哦，嗯、他就是拍一九四九年的纪录片。他对于年轻族群对国家认同的看法，现在是非常的严峻的一刻。嗯哦，他们对于中华民国的认同，嗯、其实就在像曹新城这样子的,、嗯、的撒钱的情况之下，影响的是我们的下一代的观感。嗯、这个帮着大内宣。对啊，我们的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亲朋的这些年轻人。 欠就受他影响，到时候打起仗来的时候，他又变新加坡人了，又回新加坡了，对不对？他远处隔岸观火干嘛？翘二郎腿啊，喝啤酒吗？ 这种人，我们能够这样子轻易让他在台湾这样子胡作非为吗？哎、你看捐钱很多种哦，人家慈济啦，嗯，其实之前远东啊，还有很多企业家哦，他们想要捐钱，都、就是为了看不过去台湾人民为了抢个残疾，<laughs> 然后抢成这样，然后大家为了要保自己的命哦，必须要拼命，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家有小孩的人哦，是这个时候想办法要救人命的。<对>可是像这个企业家是想要。 捐钱，然后最后两岸打起来吗？赚人家去卖然后呢？我跟你讲，我们就很简单，对他做个结论：用他那几个臭钱，然后蛊惑台湾的年轻人，用台湾人年轻的心鲜血去报他与在中国大陆投资失败的私仇，就是如此而已。哦哦，中国大陆投资失败，把账算在这上面来，让他要他要报他的私仇啊 <laughs> 我！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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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钱在掏大，何建案，你去看一下何建案，嗯，对不对？ 然后他三年以前在台北、台湾的各大报登了一个全版广告，主张两岸统一。然后呢，还有他还有统一的方程式，清清楚楚啊，对不对？你今天高兴了、啊，哦、啊，你要统一；明天不高兴了，就要你就是台独，还说他从来都是台独，主张台独的。你怎么会从来都主张台独的？那你三年前写的那个统一的那个建言是什么？嗯，登的广告、就是，登的广告啊，嗯、你自己买的广告啊。 你今天东，明天西，你高兴了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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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支持统一，你不高兴了就花你那几个臭钱，然后拿出来蛊惑年轻人，叫年轻人上战场流血，去达成你个人的政治私欲嘛？嗯，这种社会能容许这样子的人、欸？现上马上又有那种假简体字来说我们是这个卖台的言论哦。嗯嗯、什么叫卖台？嗯，什么叫把台湾卖掉？嗯、其实让台湾人民上战场。 让我们的疫苗买不到，让大家人命丧失，<对>让台湾陷入战争的这个风险，这才是卖台啊！鼓吹战争的战争的分子是彻彻底底的卖台分子，一天到晚会被历史唾弃。我们现在天天要谴责这些人，鼓吹战争，然后那些哈鼓吹啊让年轻人哈去去上战场去哈去流血的这些人呢、啊？ 为了他自己的私欲，为了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的私欲、啊，哈，这些益，就是卖台，这些人对不起台湾，这些人是要遭受谴责的。塔利班才卖台，所以不要再动不动想要用这种卖台的标签贴在别人头上。大家公共政策一看就知道，到底谁在害、残害台湾人民的民众的人命。对对,对，我是觉得啊、哦，爱台湾有很多的方法，鼓吹战争啊。 鼓吹仇恨哈，然后挑动两岸冲突的这些人就是彻彻底底的卖台，这是对不起台湾人的。这些人叫别人的小孩去上战场，自己呢小孩不要躲在哪里的。这些人<的>把狼给那西北掉，这些人太多了，应该把这些人害虫、这些卖台的、这些这些嘴巴讲爱台湾，实际上把台湾往死里送的，实际上跟啊外国勾结的、做人家卧底的这些人，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他揪出来。 让现出原形，我们台湾才能够好过好日子，我们台湾才能够好拨乱反正。我们我们是我们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我们要发挥我们的道德勇气。对，因为国家有这么多预算被用在这种大内宣、大外宣、嗯嗯、哦，很容易让一些朋友迷失、误以为真的这个会是一条应该要选择的路。可是真的不要忘记，<對>是拿命在赌诶、欸，大家。 是拿别人的命，<laughs> 真的。对我们，我们呢、啊？我不会上当，可是就有人要希望拿别人的命来达成他个人的私欲。嗯，台湾就是现在这些人都冒出来了。嗯、拿别人家孩子的命，给他一点钱的诱惑，金钱的诱惑，然后呢，呃，欺骗，纯粹纯粹这些欺骗，我觉得不负责任。这个台湾社会对这些人不薄啊。 给他赚大钱，嗯、给他大关注，大官。然后现这些们怎么来回报台湾？贴我们台湾人每个人的标签，我们没有那么容易被贴标签。下一段还有这段讨论，嗯、请大家继续留下来哦，拜拜，拜拜。